多伦多伦扎姆是唱过吗？谁唱的？不是唱过吗？刚刚那个啊，那个不是乱乱刷轮章，谁的？乱乱刷轮章，下一个会计。黄明坤是担任我们什么职位？财务长的哦，我也是会计耶，哦好，不要再按了哈、哦，不要按了，按了没有声音了哈、哦。来，江夏哥嘞，哎，黄文辉妈妈跟我们唱歌。 Thank you.